我们现今的安徽的，然后这边这个贵州寺呢，就是我们现今的贵阳市。我们现在就往里面参观了。现在就往里面请。这边接了。接这个呢？哇塞，你要接什么嘛？按理说呢，三十万大军打完胜仗以后，应该班师回朝，立功行赏的。但是呢，我们捐章感觉到，要让西南长治久安的话，就必须要控制我们贵州这块领地。所以三十万大军的大部分就留下来做我们的安顺驻屯了起来，然后也就有了我们屯屯的后裔的。现在我们也看到了，现在就往这里走吧。一呢，它是军事核心界的命脉；二守住它呢，军队作战进退自如，商贸群之出畅通。所以这个一呢，在我们这边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这边为什么叫屯谷呢？它有一个说法叫屯军谷子。像比如说，这个绿色的屯，它是军人住的地方，屯兵的地方了。像这些谷呢，是商人或者是农民居住的地方，所以在我们这边呢，简称屯谷。我们这边有174个屯，82个谷，所以人是非常多的。现在我们就往这边请了。好的。八千里路云和月，谢家屠夫伤离别。这是他们心里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了。虽然他们笑貌各异，但是他们内心也都是一样的无奈。现在我们就往这边请了。这个呢是我们云峰八千里沙盘的，它也发生存在。我们三十万大军马完胜仗以后呢，有150万的人马就分布在这个群落中了。这个群落呢，它出现了明屯、金屯和商屯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屯子，真的它就是有历史的军屯代表。我们叫本斋河，本斋后面它有一座山呢，我们叫青龙山。依风水角度来说呢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玄武，依山傍水这块是好的风水宝地，所以里面的高山高原的野兽非常多。待会儿我们还到这个村子里面参观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往这边请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沙发上面所在的位置呢，就在白石这里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这里的博物馆。像我们身后的这些呢，都是他们从江淮一带带过来的这个工艺了。他们来到这边以后呢，建在社和就地取材，去找一些生产生活用具。比如说那个是石头的水缸，这个呢是冲水换的一个水车，这些呢是石磨，所以带到这边来说都是非常实用的。上面有些图片呢，都是我们这边的特色菜肴了。因为我们这边呢要方便储存和携带，就大娘娘，解冷风的它叫大娘娘。像这些老人呢，我们就称为老年人了。他这个服饰和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他这个服饰的颜色要深一点，表示他很庄重，而且他头包黑色的头帕，每一位都包黑色的头帕，也就是说呢，他在家里面是长辈，是做奶奶的，地位很高的那种，我们就包黑色头帕。像我们这幅图看一下，这边这幅图片呢，包白色头帕的，他就是结了婚的妇女，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结婚妇女，我们就包白色头帕。然后小娘娘呢，就是一根独臂十枚不包的那种。像我身后这个黑色的腰带呢，就是这个机子织出来的，它仍然这件呢都是纯手工的制作，没有任何机器能替代它。它是我们附近的一个村寨，就是抱屯村所做编制的，而且它是传男不传女，传内不传外，只有男人会织的。对，像这幅图片都是一位男士在编织这个四头胶拍下来的照片了，只有男人会织的。它有一丈二长宽四寸，这个四天里有888根组成，意思呢也就是说一年四季十二个月888的意思了。这个是织布机了，但是如果说建筑是灵动的医院，那么菊花门呢就是娇小举重的华前别章。在我们屯谷人家呢，这个菊花门呢看得比自己的脸面都还要重要，而且它四棵柱柱上都就有梅兰竹菊，意思呢象征它是书香门庭之家的。而上面呢它就有龙，龙是我们这边的象征呢，燕雕龙呢不是一般可以雕的，就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才可以雕龙的。而中间它是一个寿字，就是老人家一定益寿的意思了。里面呢，它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四合院。我们这个屯谷的房屋呢，讲究的是中轴对称，所以里面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徽派建筑了。到尔大到村子里面都可以到三合院、四合院里面去参观。中间这个椅子呢，它就是太师椅的，一般呢放在我们房屋正中间的神龛下面，是用来长辈坐的，长辈坐的。
这个奖杯呢，它讲出来就是我们土城区的一些生活工具了，比如说这个呢是亮。安娜，你别坐来再跳了哦。在里面看电视表演了。哦。哎，几两个？几两？哎，一样。嗯。哎，鹅。挣个两三百。